大家好，明日话今天送俾大家，多谢。有几个十年，如我系做个预算，梦幻励志我去编，无谓去揾个道理把你欺骗。命里系注定从前，梦境系一段故事，唯有我永远面对梦前，明日和今天。一陣再見，我哋林慧靚女嚇，咁跟住。